45岁嘅谢安琪同曾继聪结婚之后，先后育有一仔一女。虽然系两个小朋友嘅妈咪，但喺外形上仍然非常之年轻。佢最近晒出一辑靓相，由于系品牌代言，因此同佢平时嘅造型打扮截然不同。喺相片入边，佢身穿贴身嘅长袖同埋包臀裙，服装嘅剪裁非常之简单，但却尽显佢 S 型嘅身材。如果要话佢以往嘅造型充满少女感嘅话，咁呢一次真系女人未满写嘅感觉。唔少网民更赞佢有仙气，更指女神好靓，好高贵，360度冇死角，真心靓。不过就有网民搞笑留言，影完相冇洗碗烫衫啦。佢随即回应，讲得啱啊，真系有洗碗同烫衫环节，场面非常搞笑。